哒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ggy， 我的个性外向，喜欢跟世界各地的人交朋友，爱挑战新奇的事物，遇到挫折永不放弃，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。我会汲取教训再出发。哦，我很喜欢自己出去旅行，偷偷拍照，能拍摄影片。Hello， 结果我花了1600日币进来这里，这个游乐园都没有尖叫声哎。来记录我的生活，跟大家分享。我的梦想透过影片记录我的生活，让大家知道留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Make my dream come true， yeah！ 谢谢大家，我是 Peggy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